来，快请出来吧。来，两位做下自我介绍吧。左边这个，行，我想问你是什么比赛的冠军呀？我是在河南，哦，然后一个郑州被冠名“玉美人”的选美比赛里面，谢谢。听声音是，反串演员，哎，是个男孩。大家好，我叫小灿，今年20岁，来自河南郑州，谢谢。哎。这位阿姨，我来自成都，贵庚？70。嗯，郭老师，哎，咱们先问问那边的吧。好吧，问问小灿啊。哎呦，我看着他我心疼。有什么心疼的呀？男孩生得这么漂亮。你家在哪里呀？我家在河南省郑州市。哎，你认识一个黑人朋友扮演包公的吗？不认识。你是跳舞很好吗？对呀，啊，你这样舞台上孟老师好比就是一根钢管。有这么粗的钢管可以啊，然后你跳一下就好吗？好啊。哎呦，惊到了。谢谢阿姨。你好，你是跳什么舞的呢？街舞。阿姨也应该来一下对吧？嗯。这个不知道怎么判断了吧？不好判断。那个，你不愿意问问孟老师吗？给出个主意。这两者之间都有可信的程度。我不问孟老师。那你自个儿拿主意。你还要问你旁边你队长吧？啊，你队长可有主意？那当然了。说真话，这个真不好猜，这个不是瞎话。阿姨，这个冠军给了什么奖品呢？给钱了吗？给了一个纪念品啊。给了个帽子。一个手机。你的奖品是什么？我的奖品是一个证书和一个五角星的奖杯，然后还有外加10000块钱奖金。哦。我有答案了，我选择红色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标准答案。我是真的。真是美死了啊！你有女朋友了吗？暂时没有。你觉得她怎么样？我觉得挺好的。祝福你们。阿姨问一下，您参加过舞蹈比赛吗？我没参加过舞蹈比赛。刚才那几个就是临时现学的。临时现比的，来的这个地方叫我上舞台，我跳的。哎，那您学的不错呀，这么短时间。70岁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这是真的，真好，真好。好，哎呀，谢谢阿姨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阿姨。好，也谢谢你。来，我们现在5分了，我们才1分。